在照片上。孙成功，你要吃巧克力蛋糕吗？好，你要吃吗？因为我不喜欢吃布丁。没有找到那个。进来，秀一下。耶，我要的手链终于来了。你拿过来给他刮一下啦，刮一下呗。没给他，我趁翻墙刮。你干嘛？你衣服。那红，你到底在干嘛？还要进来啊？你进来那个粉丝棒。你要进来吗？他没有给他，你是谁？我是张楠。那不是要给你的，那个不是你的礼物啦。是我，你不是我的礼物。不是啦，那个是玉婷真正的礼物。那个不是乐高啊，那个绝对不是乐高，好不好？